塔姆的被动附加800点伤害，由于顶尖黑科技被加强，塔姆一个 Q 直接秒掉脆皮，打得对手心态爆炸。众所周知，国服之前就有心之钢 AP 塔姆的玩法，而在 13.21 版本中，塔姆的被动伤害得到了加强，被动伤害的额外生命值收益由原来的 3% 变 5%， 这就让这个套路的强度迎来不质的飞跃。出装为心之钢、小面具、影焰、世界专注、帽子，这套出装除了心之钢以外，其他的都是法师装备，并且小面具、影焰、世界专注都能同时增加血量和法强，这就让他们的被动效果做最大化的收益。根据实测，此时他们的 Q 技能伤害为1080点，但是却能附加800多点的被动伤害，因此从表面上看起来，他们的 Q 技能 AP 加成只有 1.0， 但是通过被动计算， Q 的真正 AP 加成已达到 2.0， 并且由于心之钢的神话装备属性是增加体型，而他们的 Q 又是体型越大攻击距离就越远，后期吃一个钢之合计，超远距离骚扰对方的后排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套路的快乐程度是想象不到的，各位看过来也可以尝试一下，感受一下到底能有多快乐。